早日公告这个经题，介绍了地藏菩萨。今仔日呢，咱阁刷落去来介绍本愿。对目，对咱修学关系是足大，必须爱真清楚的理解。有真多同学呢，未用你讲伊无用功，未用你讲伊无精进，为什么未得到成就？实在是因为对心地不忠，未当有真正认识清楚。世间人伫过去，无论是倒一个行业，尤其是读书人，佛法更加是不例外。世法内面重视立志，一个人无志向，也一生奋斗努力，无目标，当然未有结果。佛法讲法愿，法愿甲世间人所讲的立志是同款的意义，一定爱发大誓愿。咱的愿为什么发不出来？这个道理并无难了解。佛是上帝经常来做比如，比如一个食物，种子，为什么伊未当来布衣呢？未当来生长，这种子因为无种的土来对，咱将种子放在桌仔顶。放在地杯里底，永远未不易成长。所以呢，愿一定要有一个依靠。依靠什么呢？依靠大地，依靠心地。心地不明，愿要安奈生会出来呢？一定的道理。树木爱挖苦大地，伊即人生根，即人勇壮开花结果。诸佛菩萨的大愿，拢是对心地上来建立，所以地藏这两字就重要。为什么讲修学大乘对地藏开始呢？你的愿心是对地藏建立，你的行也是对地藏建立。心地内面含藏无量的智慧、无量的德能、无量的才艺，你才会当发挥出来。如果不明心地，不明心地本具的德能宝藏，你要安怎苦修，拢未有成就。愿是经济，伫遮讲这愿是经济。华严经内底将信心譬如经济，也非常有道理。你唔相信，你愿对倒位生出来？愿何止是本愿？
顶一课，甲诸位小可有讲过。本有两个意思，对思想来讲，无量劫来，生生世世，拢把发过这个愿。发这个愿，你为什么无成就？愿是发落，唔是对心地来发的。不是对真心本性里面发的，对对发，对意识心里面发，梦心里面发的。梦心是生灭心，所以你那个愿会灭。如果对真心里面发的，这个愿就未灭，真心不生不灭。这个愿发起来了后，未退转，所以梦心内底发的会退转。缘消失了，缘就无了。这一生，这个道生来到人间来，如果拄到佛法，将较早的愿心又再引起来，这就这款代志，所以称之为本愿。这个、意思真浅，深一层的意思，本就是真如本性。对真如本性所发的大愿，就叫做本愿。诸位也知影，假是讲对真如本性所发的大愿，你就唔是凡夫咯。就是《华严经》里面所讲的发心大事，因为你会通用真心，用妄心是凡夫，用真心是菩萨。恁拢学过别法名门，法相唯识入门的一个课本。别法名门内面，甲你讲动心性、意心性，这两个伫遮拢是讲本的意思。意心性就是用妄心，意是无同款。甲佛菩萨无同款，用的心无同款。佛菩萨用真心，你用妄心。你甲佛菩萨差异叫圆心性。什么人是圆心性？是法界拢是圆心性。卖讲六道凡夫、声闻、缘觉、菩萨，甲是法界内面的佛，正如天台家所讲的。总教佛、同教佛，拢是圆心性。什么是动心性？动心性就甲诸佛如来用同款的真心。如果用相宗的话来讲，转八识生死地，这就用真心，也就是动心性，拢是甲诸佛如来同款。甲佛用的是同款的心，真心。佛的心就那只有是十五耶缘。那是讲你会向用动心性，你就那就是初二、初三的耶拜啊。耶拜啊，虽然甲耶缘是无同款，但是拢是真的，拢是真正耶光。唔是假，异性性呢？古早人讲，比如是水内底月娘，是月娘的影，系叫做异性性，系无同款，唔是真呢。虽然是月牌啊，亲像初诸菩萨、十诸菩萨，真实是月牌啊。到个十行、十回向、十地，慢慢的增加。伊的光辉到如来高地上，也就是耶缘咯。拢总是用的真心，对真心内面建立的信心，对真心内面发起的大愿，这是本愿。这款的愿力，高德公。
会堪你考验，什么款的大风大浪，伊也袂动摇啊！无论什么款的顺境逆境，伊绝对袂为境界所动。为什么呢？伊迄个愿是对真心所发的，是以真心。如果不是依照真心妄心发的愿，这个愿力未强，愿力真弱，真容易和境界所转，真容易迷失方向。这是咱一定要了解，真心就那亲像大地。真心内面，文具的智慧德能，就那像是根；立愿，这就是本。然后，你的行持，咱讲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就好比是树木的树心、树枝、花叶、果实，自然就会茂盛了。所以，愿爱对真心内面的去发，真心必须爱肯定家己心地保重。噶十方诸佛如来无离无别，你爱肯定，在这个所在来建立信心，对这个所在发起大愿。但虽然在经教内面知影有这种代志，不过在生活当中，有缘也是妄心做主，一妄是一切拢妄，袂讲我发的心、发的愿是真的，其他的生活是妄的，无这个道理。一真一切真，一妄一切妄。对啊，咱知影讲，咱伫日常生活当中，爱将虚妄的习气甲改掉。那无伫这个所在来用功夫，安尼袂用叫做修行，那是假假修，唔是真修。真修那讲是宗门内面注重提倡对根本修，所以禅宗成就紧。根本是心地。到下你敢会理我呢？净宗也无理我，净宗那是讲用真心来修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成十宝庄严土，未成方便有余土，凡成同居土，未啊。不过净宗确实是一个方便的法门，其他任何宗派、任何法门，如果无用真心，就决定袂当成就。但是净土宗好处就伫这所在，妄心也会当成凡圣同居土，这给咱带来真大的方便。烦恼习气断不尽的人，如果会让依照净宗经论所讲的道理方法去修学，也会当成功，也会当往生，这是净土无比的殊胜啊！所以发愿，你是根据什么来发的？你是对道义发出来，那袂用你无了解。
咱骨在讲，就是到思想上，思想内底有通有别，通是共同的，一切菩萨、一切诸佛共同的大愿，这就是四弘誓愿。四弘誓愿是通愿，这个愿对什么所在建立呢？发生起来呢？是对自性内面的不智和自卑。你无智慧，发未起来；无自卑，也发未起来。因为有智慧，有自卑，看到众生艰苦，特别是六道内面的众生，无始劫以来，对落伫个六处流转啊，无办法通出离。佛菩萨看到，所以发起众生无边誓愿度，这个愿是对者发出的。在四地内面，以苦地而发的，但发愿呢，是不是依照这个？现代众生比古早时阵的这个苦，唔知影会加偌济倍。无共款人，伊的心思愚昧，观察世法含糊笼统，看不清楚。科技是给咱带来生活上有一寡方便，今仔日成功发电。古早时阵是无，不过你有想到无？咱享受科技的方便，付出着偌济代价？你爱详细去思维，迄就是古早人所讲的得不偿失。咱得到的受用真少，时间真短。咱付出的代价太大了，不成比例。换一句话来讲，咱个讲较清楚的、明白的，将咱的六道受苦的时间加长了。在六道内面所受的苦难加重了。你讲安尼有价值无？为什么是这款现象？这种物质文明的生活，增长着咱的贪嗔痴慢。也不如古早时代。古早时代这种生活，一般人贪嗔痴慢的意念有，比现在较薄。换一句话来讲，以轮回的时间会当缩短，六道内面受苦会当减轻。咱今仔日唔是安尼，唔免讲真久咯，半世纪以前也无听到人讲。地球破变了，生态环境不平衡了，无听讲过。空气污染、环境污染，无听讲过。五十年前、一百年前，无。
无这个名词啊。现在科技进步，人工是你心愿意啊。不过所带来的灾害你就没想到，若是说这个科学家可以忽然间降温了，这负面的灾害太大，我想这个科学技术就会终止，没再发展，没再去做。一个头脑真清楚、真冷静的人，就这样观察出来。所以众生苦啊！物质文明虽然进步，众生比较早生活更加艰苦。物质上的享受是有淡薄啊方便，不过精神上的痛苦，是大家人拢袂当避免。你今仔伫这个社会上，你有真多财富，有真高的地位，犹原袂当避免。那有古早时阵的人，迄种生活真正悠闲自在。咱伫古文内底有读过真多。他在做官的人，做地方首长的人，领导的人，工作袂讲真无闲，每天一两点钟，代志就办完，其他时间读书、写字、绘图、游山玩水啊，所计是诗情画意的生活。那有亲像这阵的人，现在人所过是分秒必争，这日子有什么通好过呢？这么紧张，这么痛苦，明白事实真相，也阁愿意来到人间来投胎无？伊未来了，共外人。只有佛甲大菩萨来救度这苦难的众生，实在讲，四弘誓愿，这个愿就叫做真正的本愿啊。要发愿度众生，家己一定爱会当，和众生来做一个好模样。做模范，那就是德行。众生为什么受苦？因为烦恼不断，见思烦恼，每天拢伫咧增长啊，每天拢伫咧扩大啊。这个代志果报就不可思议，所以佛菩萨要做一个好模样，断烦恼。世间人犯了错误，未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。精中贪嗔痴慢，不择手段做一寡损人利己的代志，唔知影因果的定律，世间人时常讲损人利己，其实这个话是错误。犹原是未了解事实的真相，
明了事实真相，咱知影孙林绝对是不离己，无这道理。只有李林才会离己，这才是一定的道理。孙林哪会当离己呢？唔过因未去颠倒，也做讲家己利益，一定就是建立伫个即个别人的损失，咱就得到利益，这是妄想，这是做极大的罪业。所以了凡四训，咱来推广，和这人来加读，然后才知影讲。每一个众生一生的一念一回莫非坚定，你用不正当的手段所抢来，依然是你命中所有。你命中若无，你个试看卖，你去抢抢别人的，你去看卖，你会当抢会到？命中无的，你还袂动手，就已经被警察抓去了。换一句话来讲，你偷会到，你感觉抢会到，你会当霸占会到无？这拢是命对所有，唔免用这手段也得会到，啊，你何苦呢？所以明白的人定来讲，君子落地做君子，小人冤枉做小人。这话就是讲，你一生的福报。是你前世所修的，你命底有这个福报，任何力量拢挡袂掉。你绝对会得到，你绝对袂怕无去。何必用这不正当的手段？错了。佛菩萨在世间。把众生实现最好的模范，你用不正当的手段所得到，我用正当的方式，我也是会得到。为什么要做这害人害家己的代志呢？为什么唔加做一寡利己？你人的代志呢？佛菩萨做了这个模样，所以才有第二愿。烦恼无尽誓愿断，这来对最重要是断给别人看。一定要为社会大众做一个好模样，建立家己的德行，才能和社会广大群众敬仰。你这人有道德，伊这愿意跟你学。你劝伊，伊才会听。家己德行若是有亏欠，你所讲的真正是好话，人听了后会怀疑啊，未当相信，未当接受。所以，弥陀众生，大圣爱示现。德相，德行的标准呢，也不一定，爱看眼前的状况。这个时代，这地区，一般众生所犯的是什么样的毛病？针对着这些病态来落手，这能收到效果。现在众生贪心重，
贪多名闻利用，五欲六尘，菩萨示现，大圣就系放下名闻利用，舍弃五欲六尘。就着对家来落手，这叫做助力利他，成就家己，感化众生。如果今仔是讲经说法，家己袂当身体力行，别人听了后会有疑惑啊！你家己讲啊，遮尔啊好。你家己是安怎唔肯做？换一句话来讲，你就得袂到度众生的效果，所以一定要家己做会到，讲会到，先家己做会到，然后你再来讲，迄大家都无话通讲。基础是我先讲会到，然后我家己啊当做会到，爱兑现啦。现在众生烦恼重，现在众生忘本啊。连儒家拢明了。本立而道生，本未记得了，这安怎会用呢？本是什么？地藏本愿。本是孝顺父母，奉事师长，这是本啊。所以，咱来提倡孝道，爱提倡知恩报恩。那是用嘴来讲，咱来做会到。现代人跟人的关系，只看到利害。今仔日，我有利，我跟你做朋友，我恭敬你，巴结你。明仔无利了，就跟你当作是过路人，无熟识。那是讲有利害相冲突，还是敌人？这是什么社会？那讲这社会未乱，还是无可能。提倡孝道，提倡纪念祖先，现在佛门也伫咧做。清明祭祖，中元祭祖，冬至祭祖，一年三拜，重大祭祀祭日，提倡孝道。我是这一生啊，福报。情是无修福，这是佛经内底所讲的修慧不修福。唔过我阿未到啊，这个罗汉托康巴，我阿未落到这个程度，也会当勉强维持我温饱。我那是讲有大福报，甲注意讲，我无要建寺庙，我要建寺堂。提倡孝道，这种话我讲了几十年，希望一旦起树堂，建壁寺宗祠，每年这三个节日举行重大祭祀，在这里对来宣扬孝亲。现在祭祀。完全变作形式，真可惜。
比如讲，咱清明、中元同齐祭祀，祭祀祭日应该是七日。七日头前，咱有讲过，公家孝道，表扬孝道，最后一天就举行仪式，这就有意义了。那无来讲，今仔有这个形式，什么叫做孝？孝意义伫倒位？唔知呀。这真恶修的效果啊！咱国家将孔子的诞辰定为教师节，这是纪念老师。一年有一拜，凡是祭祀，现在拢应当是七天，爱将为什么？要修孝道，为什么要重视师道？要甲社会大众讲清楚、讲明白，这个祭奠才有意义。这不只有将它变成做一个形式呢，就连咱平常佛门内面一寡仪轨。比如净宗学会成立了后，官长提倡三时下念的佛事，所以咱将三时下念详详细细讲一遍。要做三时下念进前，一定要将三时下念来讲起。要拜牛方禅，一定要将牛方禅对头到尾讲个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然后大家再去拜禅，这个心才会相应，才会让得到效果。这对于这内底理事境界一无所知，照迄个模式去做，得袂到效果。所以古早人这种忏悔。确实有不思议的力量。现在人咱受这个忏悔，看不到效果，道理就是在这。如果大家人对这理论境界拢真清楚，你唔免搁再讲解来受这个仪式。你好，现在人拢未了解，对这仪轨拢未了解，所以必须大声要来上课。四出世间法，拢是建立在这孝道的基础上。中国儒家以孝道为基础，所谓是六经，拢是孝经的注解。同款这个道理，大乘佛法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，可以讲世尊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法，拢是地藏经的注解。注意，那是真正会当深入，你就会当体会到这个意思。这两愿呢，是观察四谛的建立，会当观察四谛是智慧，会当发起这个大愿是慈悲。智慧、慈悲拢清净，对性德上建立，这叫本愿。
所以啊，就亲像菩萨同款，菩萨用什么来教化众生？帮助众生离苦得乐。菩萨用刀，用灭，这刀，诸佛如来，记起也是凡夫，伊是对凡夫受气，诸佛如来对凡夫修行佛道，这途径，这道路。成佛之道，伊是安怎修呢？将因的经验，将因的方法，传授予也未发心的这凡夫，未识颠倒的这凡夫。所以法门无量誓愿学，菩萨先做出修学的模范，给大家来看，跟大家讲，这是正路，这是真理，这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！你爱可以讲我，可以带你到底来学习。对倒位学起呢？对孝亲尊师学起，世出世法拢无例外。现在这个世间，孝道无人提倡，渐渐的消失了，未记得了。而师道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，伊唔知影孝道，伊哪会知影尊师重道呢？无可能的代志。所以现在，咱看到学生无敬老师，无什么奇怪。你若要责备，你家己就错误了。爱将无孝顺父母、无敬师长，看作正常现象。现在是一款这个时代，如果看到一个知影孝亲尊师的，哦，那是真不平常。换一句话讲，迄毋是凡人，啥人改？无人改，无人改，伊家己会响。迄敢是再来的人是啥物呢？伊毋是凡人呐、啊。换一句话讲，佛菩萨再来应化呀。凡夫是绝对做袂到的，凡夫噶，伊都袂当接受。伊乃主动做会到，所以今日咱这个诸佛菩萨应化的这个世间，是生大慈悯心。不但你无敬伊，也要诽谤伊，也要糟蹋伊，也要侮辱伊，这拢是大风大影。佛菩萨应化在其中，如如不动，为什么？也本源是对真心本性来对所建立的，无论你按怎个教他，佛菩萨实现到后来，总有一天你也感悟，你也悔过。这就是爱用长时间
感化众生。富菩萨知影，一切众生必定会受到感化，因为业障习气太重，不是短时间会当体悟的，需要一段长的时间，需要一段深化。伊这感动，即肯回头，然后认真努力去学习，达到学佛慧命，帮助众生，成就众生的教学目标。孝亲尊师，这四字是圣德，自性本具的德行。你那是明心见性，你一定做个完完完完。你那做未到，是你无见性。你是迷惑颠倒。只有性德，才会当开发自性。安怎才会当明心见性？一定要性修才会当见性。现代人修学见性就个困难了。你看，淡溪老法师在念佛论里面跟人讲，伊讲伊一生当中无看到明心见性的人，不但无看到，也毋捌听过。伊讲参禅的禅定的人，伊看过。参禅的禅定，果不是成数禅天，这真了不起哦！未当出三界，参禅爱明心见性，才会当出了三界。如果未当明心见性，是未当出三界。这就是老大人所讲的，在我们这个时代，参禅不如念佛，念佛可以带业往生，往生就是出了三界，不但出了三界，而且出了十法界，伊是天台宗的祖师，伊念佛往生。伊往生的时阵是坐咧往生，真难得。天台宗历代祖师念佛往生的人真多，大概是受地藏大师的影响。地藏大师是念佛往生的，后来伊的祖师隆重拢是念佛，虽然是受机关。不下念佛，真正得到利益也是念佛。不过机关的修学可以提升伊往生的品位，这是真实的。咱古早人常咧讲禅静上修，天台宗确实是安尼。伊真实是禅静上修，所以孝道就真重要，真重要。过去咱伫个讲释个当中也时常讲，孝这里这符号就是代表咱真心本性。中国的文字
这样完美，是世界上罕你看的。这个字的形象款式是回忆，叫你看到这个字，体会到里面的意思。这符合意思，这符合顶面一半是乐理，下面一半是主理，这两个集合起来叫做孝。这是顶一代甲下一代是一体。这孝的本意是这家，顶一代要顶一代。过去无死，下一代要下一代，未来无终，无死无终是一体。这是对书来讲，有书当然就有行。所以这符号是最上代表什么？佛法里面所讲的书经三者，行遍十方。十方三者是一，不是二。换一句话讲，十方三者是一个家己，这敢不是佛法所讲的发心呢？发心就是讲十方三者是一，不是二。好，这里在法里面所讲的就是发心离体，世出世间一切法拢是对这个体所生的，拢是对好生出来，不好没那用的。好就是一心，好就是一真，好就是法界。咱修学大乘的人对这未用的不了解，所以修学以义为根本，以义为最基础。对于这里面生出大慈大悲，就是观音法门。观音大家都知道，千手千眼表什么？表眼道手道，看到众生有艰苦了，立刻就去帮助他。千手千眼就表示这个意思。观世音菩萨千手千眼，文殊菩萨是不是千手千眼呢？普贤菩萨是不是千手千眼？咱佛堂里面的两边边所供养的文殊普贤千手千眼。地藏菩萨也是千手千眼，任何一尊菩萨拢是千手千眼。千手千眼代表眼道、手道，就表示这个意思。不是真是一千只手，一千蕊目睭。实在就是咱世间人时常咧讲双手万能，就表示这个意思，就是这个意思啊！观察入微啊，相手万能，就表示这个意思。这是让咱在日常生活当中应该去学习的。那对众生呢，帮助众生终极的目标，一般来讲啊，这是目标有三种。最下顶目标是解决众生眼前的困难，帮助伊一生会当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，这是下顶。中庭的目标，中庭的目标
是要帮助伊来生也会得福。袂当讲这一生享福，来生对三恶道，那就可怜了，那就错误了。这一生享福，来生继续也要享福，更加希望来生福报比这一生更加大，比这一生更加殊胜。这是中天大圣的目标。晚庭呢，大的大圣的这个目标呢，是要帮助伊圆满证得无上菩提。换一句话讲，帮助伊成佛了。这个目标，这真正达到圆满。佛菩萨教化众生，为什么特别赞叹净宗法门？净宗法门这三个目标，隆重拢含列在其中，实实在在讲，这是大圆满。所以一切诸佛赞叹阿弥陀佛，尊伊是光中极尊，佛中之王。就是教化众生，以度众生三目标拢圆满。而且确确实实，净宗教人是建立在孝敬的基础上。环境的正业三福，这个开始就教咱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。较早的人拢知影，所以做父母教儿女，倒一项代志是上界重要呢？尊师重道，伊毋是教别项的。老师教学生，第一重要的课程就是孝顺父母。所以，一个囡仔对细汉接受这个教育，孝行乐天性。对细汉灌输，对细汉教导，伫个心内咧，伫伊阿赖耶识内面根基深固，永远袂变，也当尽孝。孝内面包含一切世出世间法，在这所在袂当详细讲。在家能孝亲，能友爱兄弟，这就是德；能报效国家。就是中，所以八德里面，孝德忠信礼义廉耻，孝是根本，其他七个拢是孝表现伫无共的事例里面，该建立的一名相，其实就是一个孝理。
在佛法内面的三学、四念、六道，无量无边的法门，拢是一个好哩。世出世间的正法，决定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。一个道场的建立，大众斗阵来分修，为什么第一步要讲《地藏经》？道场的义体设施建立了，建立了后，咱得到这个义体，要伫即个所在建立软体，心理的建设，心境即行境，甲道就相应，甲心性相应，甲宇宙人生的真相相应。地藏菩萨本愿经特别殊胜的所在，孝啊，对度母亲来做起。一个人在世间最亲密的就是老母，老爸也是基础。一个幼婴啊，出世下来，受到老母的关怀照顾，恩德是无得比的。所以讲，孝亲第一个是老母。在这个经里面呢，咱看到地藏菩萨，地藏菩萨是修学地藏法门的这个人，地藏菩萨不是一个人，凡是修学孝亲尊师这个人，就是地藏菩萨。凡是修学慈悲救一切众生苦难的这个人，就是观音菩萨。这意思咱来了解，咱爱以一生护教一切菩萨，才会当完成佛道。这就是法门无量誓愿学真正的意思。咱来学地藏的孝敬，还有观音的慈悲，还有文殊的智慧，咱即摆讲理智，还有普贤菩萨的落实，这毋是一个新具足了四大菩萨。四大菩萨来详细来分，就是无量无边一切菩萨，这叫做法门无量誓愿学。对这所在，诸位也就会当体会到华严净宗经典里面所讲的一即一切，这个法门决定含着一切法门。地藏孝敬，孝敬内面当然有慈悲，孝敬内面有理智，孝敬落实，一个地藏就具足观音、文殊、普贤，拢通具足。普贤菩萨时间，时间内面一定有孝行。必定有慈悲，必定有智慧，
这个不是一个菩萨，有个古种一切菩萨。所以这会跟你讲，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。法法圆融，法法无碍啊！你这真正了解佛法的不可思议，所以是咱伫遮所看到为母亲发心，这比什么都拢较亲切。教咱孝顺心安怎升起啊？做母亲，母亲对咱有这么大的恩德，无论咱伫倒一个所在啊，伫倒一个时阵，念念不忘。念念不忘是在心上，为报母恩，不但咱未用做唔对代志，连一个恶念都未用生气。为什么？对不起老母，这不是母亲对儿女的期望。每年举行一摆祭祀，还是提倡孝道。扩展孝道，用意伫遮啦，是利他，念念断恶，念念修善，这是友好老母。这个心，甲咱约束，约束咱必须按呢做。你讲这好的力量有偌尼大，推动咱的菩提道上精进不懈。对友好母亲。好咱呢联想到教导咱的老师，那有老师咱来了解孝道，所以老师的恩德袂用你甲袂记哩。破个路所提低温报温，这四字是世尊的《大般若经》里面所讲的。离地菩萨修学的法门，离地菩萨在《大般若经》里底所讲的诸修有八个科目，低温报温是其中的一个科目而已。这个时代呢，特别大家提倡。现在社会忘恩负义的人真多哦，忘恩负义是罪行啊，是过失啊，可怖啊！低温报恩是正行，菩萨行；高报是乐报，不同款。今天社会这大众犯什么故事，咱来针对这个故事来加以来辅导，来加以帮助，阿弥陀佛。所以是因为母亲发心，这太亲切了。这款的教学呢，
予咱体会到世尊高度智慧、圆满智慧、极其善巧方便、善巧方便达到了极处，予咱听到、接触到，不能不信，不能不学啊！所有一切善法，所有一切善行，拢是对这个孝顺母亲、救度母亲，你衍生出来，这真正是根本啊！咱的菩提道上的正行成就，就母是殊胜，对母亲的孝敬就愈是圆满。所以我常在讲，孝道做到究竟圆满，只有一个人成佛了，完教的佛果，这是达到究竟圆满。顶觉菩萨要一片心上无明无破，孝道也欠缺一分啊。咱为什么要发心度众生？为什么发心断烦恼？为什么发心学法门成佛道呢？为报母恩，咱若无安尼做，对不起父母，特别是母亲。如来正教大法建立在这个基础上，所以诸弘誓愿是一切诸佛如来同愿本愿，地藏菩萨特别以无比的悲心偏向受苦的众生，众生受的苦难愈多，菩萨的悲心愈重，所以经常称呼是应罪幽冥教主。幽冥是地狱，菩萨的誓愿地狱不空，誓不成佛。悲心是到个极处哦，地狱这个苦难所在，一般人无愿意去，别人唔愿意去的，伊去；别人唔愿意吃的艰苦，伊肯吃。伫地狱内面，一定要献地狱动雷心。不现动雷心，免来当教化众生。爱受动雷心，地狱众生受什么苦？菩萨伫内底也会示现受遐个苦，未用咧特殊，未用咧例外，即当感化地狱众生感悟啦，忏悔回头。所以是临苦临难啊，大慈大悲，这是地藏菩萨的本愿，予咱修学大乘初发心的人爱学地藏菩萨。昨日我甲诸位提示幽冥，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谦虚
陛下。永远伫别人的下面，认真努力修学教化众生，明文利用种种一切享受奉献给别人，家己永远住伫下位，这是幽冥的意思。金堆别堆就介绍到这，最后有一个经历，经是通堆，诸佛如来所讲的一切法，咱拢尊称为经。这个称呼是顺中国人的这个习惯，中国人在佛法还没来到中国的进程，中国人对于古圣先贤的教训都号作是经，亲像儒家有十三经，道家老子尊称为道德经，曾子尊称为《南华经》，所以古圣先贤的教诲拢是安尼称呼的。佛法传到中国来以后，中国人对伊尊敬，同款也是个称作经典。根据经典里面的解释，梵文，梵文称为修多罗，修多罗也本意是山，因为过去佛经是用八页所写，写好了后两边拍空，用绳子给撑起来，所以叫做山。中国人对这山无尊重啊，中国人尊称为经。修道楼里面有一款意思，经常讲有五个意思。第一个是涌泉的意思，就亲像泉水对这个地下向外面喷出来，这是诸佛所讲的义出无穷。那咱即摆来讲是真有接受力，愈读愈有趣味。无亲像世间人这文字，世间文字，注意那是看报纸杂志，看一遍袂想要看第二遍，为什么呢？一遍的无什么趣味啊，就无了。这个趣味真淡，无兴趣。世间这个好的文学作品，大家拢真爱看，真爱读。唔过那是读十遍。二十遍、三十遍，无想要去看，因为伊这个趣味是比报纸、杂志好真多。伊会当互你看十几遍、几十遍。不过经典是无同款咯，经典的趣味啊，永远袂衰退。咱会当来做一个比较，伫中国出名的文学作品，四大小说，《
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，这拢是中国出名四大文艺小说，你会当看到几遍，看十遍二十遍无想要看。我甲注意讲，我看十几二十遍，我迄是咧做学生的时代啊。遐大批书，我甲注意讲，这本书我对头到尾看一遍，结果是一礼拜呢。我对小学四年级开始看中国古典的文艺小说，我看到初中一年级以后就无爱看了。这物件无趣味，不过四书五经古文，你对小学读个嘴手拢白了，也够趣味，也是真正好，无同款。意味无穷啊！附近的趣味就更加好了。注意，若是讲会当刻入到佛的大乘经典，世间的典籍，你就无想要阁看。我过去伫初学的时阵，对心理学真有趣味，找了真多心理学中国的、外国的。这些名著无看完，以后接触到佛法，接触到佛法的法相唯识，这一看世界上所谓心理学跟法相唯识来做一比较，会差真远。佛法的意味啊，亲像泉水向外喷出来同款。第二意思是出生，会当出生一切微妙的显法。佛经读了后，你的心先，你的行，祖祖连连就先咯，将你的性德引发出来。所以这个先不是偶来。第三意思是生灭，生灭用现在话来讲，伊是标准，是真梦、邪正、是非、善恶，厉害一个决定的标准，绝对标准。生目是譬如，大概伫中国现在也有。这目像啊，要锯柴的时阵，用这目刀揪一条乌线，照这个乌线去锯。即卖西洋人已经无用这个，也意思就是标准。第四意思是显示，也当显示真理。第五意思是结伴，结伴就是贯穿诸法，会用咱现在讲就是。科判就是经古之学，以文理组织，自始至终一脉相承，有条不紊，出这个意思。文理结构严谨，以思想体系就真清楚。所以修道逻辑内底这五个艺术，还有道义，道义亲像清凉大师在《华严经》里面就讲十个艺术。华严是以十代表圆满，不过咱经常解释经的艺术，大部分是用观力相法这四字来解释。这是普遍，也讲得真好。贯就是贯穿，就是结满的意思，就是佛的讲法真正有条理，真有层次，有条不紊。这就是
科判一学。中国在后期学术界内面有所谓张古之学，实在讲，张古之学就是对佛经科判之学变过来。佛法对中国学术界影响真深，拼音也是对华严礼部内面的去学到。这是观的意思，摄是摄受，就是独家能讲永存的意思。即来对机密无穷，会当摄受人心，互你接触到、读到了后，欲罢不能，你非常的欢喜，有这个力量。而且这种法味永远未退，愈深入愈浓厚。这是世间任何书籍拢做未到的代志，有这样浓厚的摄受力。上是讲伊所讲的理论方法永远未变，超越时空。古刹时阵，三千年前，遵循这理论方法修学得成就。现在三千年后的现代人，用这个方法，用这个理论，同款会当成就，超越时间。古刹印度人用这个方法会当成就，现在中国人用这个方法也会当成就。超越空间，超时空的作品，这是真理。法就是法则、规矩，按照这个方法修行，你决定成功。经典古著观念想法是艺术。经题咱就介绍到这为止。合起来经的题目呢，是地藏菩萨本愿经。那按照这部经典的理论方法来修学呢，成就家己地藏法门，用这个来作为基础，才会当建立一切大乘佛法，建立净土的佛法。离开这个基础呢，甲各位讲，无论什么佛法，拢总未当建立。所以大乘法、净土法，拢建立伫这个基础上。离开这个基础就无佛法，这点比什么都较重要。所以真正学佛，希望你家己在这一生当中会当有成就。这个法门袂用你无重视，袂用你无认真的去修学。下面咱来看这个连队。就是翻译这本经的人，唐吴殿国三藏沙门是车兰德益，佛经内面翻译的人真正重要，也是让咱升起信心。佛经是对印度梵文翻译过来。
是当年释迦牟尼佛在世所说。干别伊毋是伪造，伊毋是假机胡乱，神仙来讲的，毋是。迄袂当，互人相信。忽然这件代志呢，我真细汉的时阵，那就是读小学时阵，伫福建，我看到福建忽然的风气真正流行，我看因迄个做法，我有信心，因为忽然的人，忽然伫沙盘里，也真讲究。这乱笔呢，也叫做伏击，叫做击笔。因刻一个零头，零的坠机撑落来的时阵，就是迄个笔管。用这碎碎笨机，这也创啊真正水，真正美观。忽然的人，大部分是去街路去找一寡打水的卖茶。迄时阵伫空前。空前进前，一般处理是无自来水，是买水，专门有打水来卖。这人唔捌字，有卖茶，无读过书，唔捌字，就伫马路随便找人来，叫人来扶。所以这沙盘这边所写的，咱伫边的人拢会认。一下规规矩矩，一点都无了错，一笔一位写出来，大概半点钟到一点钟，会当写几落十字，才该记录起来。我对迄真相信，因为因家己本身唔捌字，尤其唔是固定的人，随时找来，我也是真相信。唔过我伫台湾所看到迄个胡乱，我就唔相信。为什么呢？胡乱人是一定的一个人，伏击的是固定的一个人，而且这个机盘一个开动的时阵，那个叮当的，那安怎看吼？一字都看不出来，而且伊吹笛念的时阵，半点钟内，伊会当哦念一两千字出来，所以我看了我唔相信，那大概是假的，唔是真的，佛经不是在鬼神断笔，它确实实是对印度梵文翻译出来，所以有翻译年代、翻译经典的场所、有翻译的人，这人证明伊的是真实性。一个人这个对来对，朝代是代表时间。代表时间，这是当代唐朝的时阵。翻译的法师，咱也知影，古早时阵的译经不是一个人，所以有译场，译场是国家建设，国家建设就是译经的场所。参加译场工作的人真多，伊内面的职事也分配啊真详细。这译人是译场的负责人，那就是译经院，伊是院长。所有这翻译的，拢用伊的名，伊负责人，亲像一个机关内面的。中官同款做这个工作，可能是以下面人做，内面的法师、技师拢真多，参加译经的工作，经译好了后，用伊的名，伊负责任，就亲像政府组织同款，政府内面的中官，一个市长，市长发布所有这文件、公告。拢是下面秘书、科员、科长退任的错，
伊看了发布，伊邓英啊签署伊名，伊负责任。这咱一定爱了解，无一定是家己翻译的。这法师伫乌甸国，乌甸伫咱即阵的新疆，伫东朝时阵是西域的一个小国。这是说明法师的籍贯，伊是倒个人，伊出现伫什么时代？东是代表时代，乌甸国是代表伊的籍贯，三宗三门。是代表伊的学历，经常是成为三宗法师。伊老大人真客气，唔敢称法师，称沙门。沙门是一个真正谦虚的称呼，用现在来讲，就是学生，是在学习，是学习，唔敢称师。成为学生，地位跟大家是平等。南东学三宗，这是一定要加起去。哪讲无通达三宗，就无资格来翻译这个经。翻经的法师，一定是通达三宗，才有资格来翻译这个经。经律。论三宗，伊拢爱通达。沙门是梵语，古早印度原来是出家人，拢称呼沙门，无一定是佛教。其他宗教内面出家修行，真像婆罗门教、儒家、素论，只要出家修行的，拢称为沙门。沙门这个名称传来到中国了后，就变成做佛家出家人的专称。伊的意思是：坤修戒定慧，识别贪嗔痴，这就号作是沙门。这是法师谦虚的称呼，是车难得。也是梵文音译过来，亦正做中国意思就是喜学、欢喜学习。译是翻译，这就唔免阁讲了。是济南岛大师译出这部经。法师在咱中国呢，也还有一部经，就是现在大家所读诵的《八十华严》。《八十观华严》也是老大人所翻译的，所以对中国佛教是真正有贡献。咱伫遮咧读经，对有传法的人，一种大恩大德。咱也袂用哩，佮放袂记哩。若无伊来翻译，咱就袂当读到这部经典。无祖师大德代代相传，咱也无这缘分看到这部经。所以呢，对有历代祖师，咱拢用感恩的心来看待，感恩一定爱报恩，
不稳就来认真来学习。这才是真正上报四重恩，令不稳必定令下济三道苦，所以不稳道苦是一件代志。你这个不稳之行，哦，众生看到了后，会当升起感化，会当感悟，会当回头，会当改过自新，就会收到度化众生真实的效果。本经经文一共是十三品。第一品是四品，但是它的品题叫做脱离天宫神通品。在这篇经文里面，佛为我们说明，释迦牟尼佛表演给我们看，伊伫这个世间实现修学成道教学，所谓是转法轮度众生，教化众生的缘分，特别教到终结的时阵。释迦牟尼佛的示现别多，在这个进程特别为咱示现报母亲之恩。咱在经典内底有看到，世尊出世了后，伊老母就过身了，老母身在脱离天，所以一定要去到脱离天宫为老母说法。在脱离天待三个月，为母亲说法，就是讲这部《地藏菩萨本愿经》。脱离天宫这摆发挥非常非常的殊胜。世尊为咱讲出地藏菩萨过去因地当中到母亲的这公案因缘，咱一般是讲故事。希望咱听了后会当感化，学习效法地藏菩萨，奠定大乘修学的基础。这是第一篇经的基础。现在咱来看经文，经文一个开始，如是我闻，一时佛在脱离天为妙说法。这个其他经典开端有一点啊无啥共，如是我闻这四字，简单来讲，是集结经的人伊所讲，阿难尊者讲，如是这部《地藏菩萨本愿经》，是我是阿难尊者的自称，真心听佛所说，不是传闻，亲自听佛所说，
就亲像李中者在《华严经》里面所讲的，阿难尊者为咱佛讲这部经，达理达故，如佛所说，是佛所说。决定唔敢参着丝毫家己的这个意思在其中，这是如是我闻这系列意思。一时是在讲，这时阵是非常非常的清楚。佛在灭度进前的三个月。但是也是用一时较好，一时有感应道教的时阵，师主道合的时阵，所以一时的意思非常非常的好，非常非常的圆满。如果记载你月日时，这个法门就算讲是过去了，未搁再来。一时是一个活，伊毋是死。亲像过去天台地家大师，伊老大人读《法华经》。不知不觉当中，伊入定，定中伊见到释迦牟尼佛在灵鹫山讲《法华经》，伊阿个伫遐坐咧听一只歌啊。出了定以后，伊甲别人讲，世尊伫灵鹫山讲《法华经》，法会阿未煞。真是的，就亲像世尊在《法华》里面所讲的，世间上上主啊，近代爱因斯坦也有讲过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同时存在。现在问题在哪里？就是过去、跟现在、跟未来，这时间要按怎来突破？现在科学家是知影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同时存在，无办法突破。那我们突破，你就让回去过去，也会当进入到未来。换一句话讲，过去、未来，什么代志你拢知影？拢清楚，因唔知道用什么方法来去突破，亲像用科学机械，你实际上，那个护法用闪电，用闪电的功夫，你的电力那是愈深，你突破的这个面也愈宽，所以咱就会当体会到地价大师这禅定会当突破2000年。以迄时代距离咱现在大概是1400年宽，距离释迦牟尼佛应该是差不多较无2000年，大概是1700-1800年的款，伊会当突破遮尔大的一个时段，会当看到世尊伊原伫灵鹫山说法，现在人所讲的时空倒流啊，会当倒去到过去，就证明一时。有这款的意思，
一时是一心不乱的时阵，一心不乱就是禅定。那现在是安怎袂当行到过去呢？袂当行出未来呢？那心杂乱，梦想分别执着太多，所以这能力就失去了。注意知影，这能力是本能，应该有的，应该有的本能，现在无了，这是失去了。所以佛教咱来修禅定，净宗法门教咱来念佛，一心不乱。你的一心不乱，是在讲你会当得殊一心不乱。这三千年前甲三千年后无问题啊，你绝对知影。如果的你一心不乱，尽虚空遍法界，过去未来代志，你拢总知影。你的能力就甲诸佛如来差不多，所以一时是正确的。这是值得咱赞叹。好，那今天就讲到这为止。